有请主持人蒋昌业。世界的最强大脑在哪里？你的天赋就是人类的财富。欢迎收看有机奶领导品牌经典有机奶为你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最强大脑，最爱经典，在这里我们要让智慧飞扬起来，我们要让科学。要旅游找途牛，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醒您，在节目期间打开微信摇摇跟我们进行节目互动，你有机会获得途牛抵用券。另外广告期间更有千万现金红包大奖等你来摇。在前三场的中外 PK 赛当中，中国队大比分战胜了德国队，但是惜败于日本队和英国队。今天是中外 PK 赛比赛的第四场，也就是最后一场，中国战队将迎战来自创新与科技大国的美国战队。这里是最强大脑中外 PK 赛，中国战队迎战美国战队的备战区。今晚中国战队迎来了汇聚全球脑力顶尖高手的美国战队，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战队。他们是 Johnny Briones， Johnny Briones， I hold the U.S. speed card record for memorizing bigger cards the fastest， and I'm here to win for America。 Juan Reyes， I'm known worldwide for being able to sing with sound， and I'm here to make sure America wins the challenge of sound。 接下来是美国队长 Nelson Dellis。 I'm Nelson Dellis， captain of Team America， and I'm here to lead my team to victory。 Nelson， Juan，Johnny， we're here to pop you up。 好，那么在我的另一边呢，是大家熟悉的中国战队。虽然他们之前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麻烦，但是相信今晚他们一定会给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对决。欢迎中国战队。他们是超级变脸王李威。失败是暂时的，今天我会用实力再次证明自己，我是李威。听音盲侠李奇。我是听音盲侠李奇，声音是我丈量世界的标尺，今天我要用声音的武器捍卫中国战队的荣誉，你们来吧。空间游侠刘健。我是刘健，今天我会让你们知道空间游侠的称号只会属于我。收官之战势力拿下，加油。那么两队的队员究竟谁能最终捍卫国家的荣誉，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我们所有的中国战队的队员也在现场，他们为今天的挑战者加油，我们欢迎他们。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再次光临我们节目的女神舒淇。你参加了数场比赛，你的感觉是？我觉得精彩刺激，虽然现在中国队暂时还是落败，但我觉得不是能力的问题，是经验的问题。经验的问题。对，所以经过这几次的比赛，我相信未来中国队一定会更好的。好，袁木老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啊，你今天已经把你手下的强将精兵们都带到了这个舞台上来了，我们请李永木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几位目前都是世界排名第一，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成龙，对，男子单打的世界锦标赛的最新的冠军，也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一，对，哇，然后是李雪芮，伦敦奥运会的女子单打的冠军，哦，对，然后是张楠和赵云磊，也是混合双打的世界排名第一，他们获得了奥运会的冠军、世锦赛的冠军、
包括亚运会的冠军，还有刚刚的全英锦标赛的冠军。哎，好。今年呢，我觉得好像可能去年我们赢得比较轻松，今年可能是不是准备的不是那么充分？哎，所以希望今天四位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来到现场，能让我们中国队获得今天的胜利。哎呦，好。哎，我想问一下李雪芮，你在比赛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紧张？嗯，我觉得紧张是一定的，因为首先你想取得胜利，那肯定你心理上就会给自己更多的压力。哦，这个压力不是李永波老师给你的吗？是你自己给你的。不是啦，是因为你出去是代表中国队，那你肯定希望能够说能够取得胜利。哦，中国队前面两场的时候呢，惜败。那么这一场当中呢，多多少少啊，可能会带着那么一点压力。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队员应该怎么调整？首先还是要肯定自己吧，因为其实你之前如果已经输掉了，其实就应该更加放下包袱，然后去发挥自己的真实水平就可以了。好，说的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四位啊，四位队员们，待会儿就有最强大脑的脑力考验等着你们啊。好，谢谢雪芮。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就是我们中美 PK 赛的国际评审，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英国牛津大学神经系统科学教授 Jonathan Blink， 欢迎您。国际评审乔纳森·弗林克，牛津大学神经系统科学教授，欧洲分子生物组织成员，英国遗传学协会金牌奖项博主。那么我想问一下，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舞台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让你来到这里？我很高兴来中国。哎呀，你的节目可以让我们让大家知道科学，也可以一个很好玩儿。哦，我是你们的粉丝。你是我们的粉丝。哎呀，好厉害。好，今天呢，中外 PK 赛一共是三局啊。那么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呢，由于项目难度的设置是不一样的，蜂巢暗战它是一个两分的项目，最强大脑中外 PK 赛最后一场马上开始。这里是最强大脑中外 PK 赛，中国战队迎战美国战队的备战区。在第一轮，美国队将要派出的是 Johnny Briones， 而中国战队将要迎战的是超级变脸王李威。来自丹佛的 Johnny Briones被美国官方认定为三大记忆大师之一，他捍卫着美国脑力界的荣誉。他能记住一切异形图像、随机数字，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记住一副扑克牌。I'm Johnny Briones, 20 years old. My classmates call me the memory master. While my classmates take a whole day to remember equations and formulas for calculus, it only takes me 1 hour.I train my body and my mind every day. I train in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that helps me memorize faster and more efficiently. This time when I'm competing, I'll be representing America. Victory is ours. 李威，百变脸谱，千面碎颜，万字天书。面对最艰难的挑战，他总是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中英对抗，鏖战英国脑力女王，巅峰对决，却意外失利。掌声祝福李威。把挫折当成长，困难只会让他越战越强。超级变脸王李威，今天他再次踏上这个勇者的沙场，智者的舞台。勇者无惧，他要用这最后的一击向世界证明中国男儿的真正实力。今天两位挑战者将同时挑战牛仔很忙。
挑战者提前与奶牛相处两天，对伊利金典牧场1900头成年奶牛进行实体观察。挑战开始，第一轮两位挑战者同时计时观察由国际评审挑出的三头奶牛，写下对应耳标号，答对一头得一分。第二轮挑战，嘉宾随机挑选现场100个奶牛耳标号中的一个号码，两位挑战者根据号码从奶牛拼图墙上找到对应斑纹的六块拼图，并写下坐标号，答对一块拼图得一分。两轮挑战结束，总分高者获胜，若得分相同则两轮挑战时间相加，又使少者胜。好，我们欢迎美国队的 Johnny 和中国队的李威。加油！ Come on, Johnny, let's go. 欢迎你 ，Johnny。欢迎李威。好，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So I'm Johnny Brunellis. I'm the youngest American Grandmaster in memory.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m really excited because I always want to come visit China. 我们特别想知道李威对于上一场比赛输给那个英国的那个女选手之后，这场比赛的失利对你现在的心理有没有影响？其实上一次输过英国之后确实有一些失落，虽然我不能保证我每一次都取得最终比赛的胜利，但是我可以保证每一次我都全力以赴，这一次我也是全力以赴，希望能够挽回中国的荣誉。你为什么一直都找李威出来迎战？我相信李威，我相信他是个越挫越勇的人，所以他还是能够代表我们出战。好，你比赛总是有胜有输的，我今天从瑞士赶过来就是要看你胜利的。谢谢李永波老师。两位的挑战者呢，在伊利经典牧场与1900头奶牛朝夕相处了整整的两天，我们请看一下大屏。李威和 Johnny Brunellis 的挑战项目是牛仔很忙。两位挑战者来到伊利经典牧场进行为期两天的观察，挑战者要在全封闭的环境下观察和记忆1900头成年奶牛的全部信息。为了确保奶牛的卫生安全，挑战者进入牧场前要接受严格的消毒并穿上工作服。首次进入牧场，两位挑战者都迟迟未能进入状态。奶牛这个项目和我预想的还真不一样，这些牛挨得太近了，要把一头牛的信息全部记全太难了。 Make them a little bit confused. Do cows have twins or triplets? Triplets are tired, I'm still trying to fight the jet lag, America. 与此同时，天气突然降温，给挑战者的观察记忆造成了更大的困难。今天天气特别冷，我就感觉今天特别难以集中注意力。在恶劣的环境下，挑战者艰难地结束了第一天的观察。随着天气的好转，两位挑战者在第二天的观察中表现出了与第一天完全不同的状态。上场英国场我失利了，所以这场我就特别想，内心还是比较着急的，压力确实特别大。两天的时间即将结束，两位挑战者进行最后的观察复习。美国选手他第二天表现得非常轻松，我估计他可能是找到了方法。 So I grew up in the countryside, so I was with cows a lot of the time. 观察结束，李威 Johnny Brunellis 就看你们了。观察了两天，看这些牛的感觉是什么？就感觉脑子里面特别胀，存储的信息太多了，感觉需要整回去下更大的功夫。Jonathan，像这样长期观察1900头奶牛，然后还要分辨出差异，会不会造成两位精神上很大的负担以及精神分裂？这太强人所难了，对不对？有可能吗 ？I'm sure. 我觉得这个项目真是
太难为李威了，要记住1900头牛的这个特征真的是太难了。 I think it's quite difficult. I can't even imagine what the challenge looks like. 我们的选手的确非常的辛苦，对，坐着雪佛兰车坐那么长时间来到伊利的牧场。你拿了广告费多少？你可以再讲一次吗？哎呀，好了，不要这么无耻好不好？如果现在从这个方向来一头牛，你会不会马上辨别，哦，这个我见过，是在伊利那儿见过的，还是这个没见过？你能有这个把握吗？有，这个肯定有。哇，那可以，那这很厉害。那也要问一下 Johnny， 就是说，因为他说他从小在乡村长大嘛，那难道他来看牛就有特别不同的一种整理资讯的方法吗？他怎么去分辨吗？Growing up, I really never looked at cows because I never thought I was going to memorize cows later on in like 10 years. But I think just seeing cows enough, I know how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patterns among them, find some sort of difference. I make images out of the different patterns I see. I think he has an advantage, definitely. He's grown up seeing cows very often. No,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it doesn't matter which objects he's trying to recognize. It could be 1,900 other objects. 大特卫，这个难度会不会比第一季的斑点狗又更难？我记得斑点狗101。101，现在是1900。斑点狗现在1900。啊。然后给的天数也不一样。嗯。以前斑点狗应该是生活了5天，就是2天。对。当然，所以这个记忆量还是非常大的，在记得这么大庞大的记忆量中间，要快速的把它提取出相关的信息出来，还比了一个速度。Okay. 所以这是今天的看点。所以这看点好。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国际评审，你估计这一局谁是最后的赢家 ？That is very hard for me to judge. I think from what I've seen that possibly Johnny has a better opportunity. 好，最强大脑，最爱经典。见证经典，两位请上好单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科学助理为两位挑战者戴上耳机和眼罩。那么观众朋友，今天一大早我们的国际评审就从1900头奶牛当中挑选了3头奶牛。国际评审经过严格比较，最终选出3头奶牛作为挑战对象。录制当天，工作人员一早来到伊利金典牧场，根据奶牛的照片进行一一对比，以后将国际评审挑出的3头奶牛找到并接至录制现场。接吻。I wonder if they have different smells. 接下来，我们请科学助理为挑战者摘下眼罩和耳机。两位听我口令 ，three, two, one, go。太帅了，李威！哇 ！Yeah, his speed was pretty impressive. The thing is, did he get it correct? 中国选手李威已作答完毕。在第一轮挑战中，李威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了比赛。他的速度会不会对约翰尼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呢？
So Leeway finishing really quickly, it got me rushing a little bit more because like, oh no, I have to catch up with him. Now Johnny has a moment to take his time to make sure he gets them correct. 其实，在等待 Johnny 挑战完成的过程当中，我对自己的答案还是有一些犹豫的。李威今天有点太胆大了一点。能给我拿瓶水吗？给他拿瓶水。选手呢已经把他们答案写在这个答题板上，根据规则我们先从用时比较长的 Johnny 的答案开始验证，来请。美国选手给出的第一头奶牛的耳标号为1044。好，我们再来看李威。中国选手李威给出的第一头奶牛的耳标号为1954。啊，这是有区别的。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第一头奶牛的耳标号为1954。正确。好，李威，那么在第一头奶牛的标号识别当中，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我们接下来再验证第二头奶牛。美国选手 Johnny 给出的第二头奶牛的耳标号为2288。2288。好，我们来看一下李威的答案。中国选手李威给出的第二头奶牛的耳标号为2288。好，我们来验证一下。第二头奶牛的耳标号为2288。正确。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头奶牛的耳标号的答案。美国选手 Johnny 给出的第三头奶牛的耳标号为1933。1933。好，我们来看一下李威的答案。中国选手李威给出的第三头奶牛的耳标号为1933。答案是一样的，同样的，到底他们两个对不对呢？我们还是要验证一下，有请客座。第三头奶牛的耳标号为1933。正确。好可怕，李威全对。I like go。第一局。李威暂时取胜，这才是李威真实的实力。For the first challenge, I know he wasn't sure how he would do. He never practiced in real life, but I know the second one he's going to do really well. I think he's going to win this one. 接下来第二局的挑战就要开始了，这一局的挑战的难度是大大升级了。那么现在，在我右手和左手的，就是矩形图案的碎片枪。
it looks like a lot of pieces. It's 我的个妈，已经眼睛看花了。来，桃子。这个就想问一下，因为100头奶牛，然后一共600个碎片哦，就是跟之前的世界大词典来讲的话，哪一个难度会是更难？我觉得这些项目都有一点相似性的。第一点，其实我前面讲的就是都是记忆量极大。第二点，其实这个项目有一个精巧的地方，就是他们去观察的时候，观察的是生活状态的奶牛，也现场看到的是照片。这两个之间不一定会完全的匹配，不同的角度的话，这些花纹其实会看起来不同一点，有一定的形变。那第二点呢，就是在自然光照下面，他们观察的奶牛这些颜色会跟照片照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在这个任务中间，你不能靠细节来辨别奶牛，你的记忆必须要容错性，你必须从整体上来分析奶牛的特征才可能找出来，这就是这个项目的难点所在。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即使我能看到的话我也做不到，你要让我听牛叫还可以。接下来请舒淇来为我们选择一个耳标号。真的吗？你不、小心哦。你来舒淇你来不用怕。每次舒淇去为选手出题选什么东西的时候，每每都要出状况，就我们担心他又搞出什么状况来。因为我怕我那个最强手指不知道又会做了什么错，我还是不要看好了。对，李威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 Johnny Are you ready? Yep. 好，最强大脑最爱经典，见证经典。 3 2 1 Go. 第二轮挑战一开始，约翰尼立刻进入了状态，而李威却迟迟没有动身。紧张了，低血糖。嗯，低血糖。低血糖啊。嗯。啊？哦，他有生理上的不适了，已经。对。他先写三个再去看这三个，他肯定赢。哇，美国人好像看到外挂呀。In the second round, I started running a lot to make up lost time from the first round in order to have a chance of winning. 但他只是想要 double check and take his time, so I'm pretty confident that he got them all right. 哇，不要吓我，这也太快了。美国选手 Johnny 作答完毕，用时7分06秒27。从速度上看，美国选手在第二轮是领先于李威的，是有机会扳平的。由于约翰尼率先完成了挑战，原本李威可以稳操胜券的比赛又充满了悬念。会为李威去捏一把汗，因为毕竟你前面刚赢了，如果这个输了，那就变成你就变成输掉了这个比赛，因为这个分数要比那个高。我并不在乎我花了多长时间，但我在乎我是否一次能够全对。
答完毕，用时8分47秒51。两位选手呢都已经答题完毕。在第一轮比赛中，李威已经以3-2的分数领先。第二轮比赛，只要全部正确，他就一定可以赢得比赛。接下来，我们就要对他们的答案来进行验证。根据我们的规则，我们先从用时比较长的李威的答案 ，F 区的答案 ，B 四。我们接下来看看 Johnny F 区他选择的答案是 B 四啊，写的有点模糊，两个是一样。我们请科学助理将 F 区的 B 四碎片移至到验证区。李威 E 区的答案 G6。 Johnny 给出的 E 区的答案是 G6， 一样。好，我们来看看李威 D 区的答案 J5。 Johnny D 区的答案 J5。李威所给出的 C 区的答案 E5。 高尼所给出的 C 区的答案 E5。 B 区李威所给的答案 C2。 高尼的答案 C2，一致。我们来看一下李威所给的 A 区的坐标位答案 J1。 Johnny 给出的 A 区的坐标位答案来来 J1。 太棒了，李威，李威已经赢了。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来，有请两位，因为他们答案是一样的，请同时验证。 A 区正确， B 区答案正确， C 区答案3-2-1正确， D 区答案正确， D 区答案正确，最后 F 区答案3-2-1完全正确。好，我们祝贺李威获得了这一局的胜利，祝贺你。当然我们也对 Johnny 的精彩表现表示祝贺。恭喜李威拿下了第一局，太棒了。I thought Johnny would win that. He did it much faster. 好，来，李威，在第一轮当中，我特别想问李威，怎么那么快？那个快的速度，就一眼就认出来，跟认识熟人一样。嗯，是什么让你这么快的区分出来？第一轮的时候，我的身体特别不舒服，我现在一直处于一个相当于在生病，我当时都感觉坚持不了很久，所以我希望在第一轮尽量的确定你的优势。其实，从我的感觉上，这三头牛还是很有特点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你是不是身体越不好，表现会越好？好厉害哦！李威带兵作战，我们的英雄。但想问 Johnny 的是，在第一轮哦，李威有没有给你很大的压力？那时候你有没有对自己会有一点动摇，还是觉得可能他错了，我再仔细看看？I just thought the cows just looked different from like this angle and the light. So it wasn't really Li Wei's time that got to me. I was just trying to find something on the cow to recognize it. I have more trouble with the cows themselves instead of Li Wei. 你注意到了没有？他有时候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他实际上眼睛是分神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台上的有位小朋友在哭，其实就他女儿，你看，在那边。哦，女儿有来。哦，啊！
李威之所以说我还要再坚持一场，因为月底的时候快一岁的女儿将接受心脏病的手术，所以在女儿去经历她人生的第一次艰难的挑战的时候，她希望在这个舞台上不管输赢，她是要证明她的勇气和毅力给女儿看，所以我们掌声祝福一下女儿。首先是谢谢这个舞台，今天这场比赛还算完成的不错，也算是在逆境当中克服困难吧。我女儿现在正接受她人生第一次大的挑战，我和我的妻子会陪她一起度过这个困难。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人。可能大家看到队长大脑的上面所有选手的表现，觉得他们完成挑战是理所当然的，反正他们天赋异禀，反正他们就是最强大脑，但其实背后他们花的所有的汗水和艰辛，我希望大家要认识到，我希望我们普通人从中也学到一个东西，不管你聪明不聪明，不管你优秀不优秀，花时间多努力多用心，才能完成你自己生活中的挑战。好，谢谢两位，请到飞单区观看。现在第一局的比分，中国队暂时以1-0获胜。李威开了个好头，我想我应该把这个势头延续下去。I have to get it right。这里是由有机奶领导品牌经典有机奶为您冠名播出的《最强大脑》。中国战队的服装呢，由男装国民品牌海南之家特别的赞助。海南之家为中国战队加油！在第二轮挑战开始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互动环节，我们节目组专门为我们的冠军朋友们量身定做了一场挑战，叫做“百花百中”。现在马上开始。此时此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为什么？因为这世界冠军至少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之内必须听我的。陈龙和李雪芮，张兰和赵云磊有9球的机会，每个球都必须发进对应的数字框，以进球数来积分，看谁积分高，好不好？哎，在我左手边的他们是一对恩爱的情侣，哎，在我右手边的两位呢，有没有关系？队友关系。啊，队友关系，我明确了。PK 的过程当中，到底情侣更加默契呢，还是世界冠军更加相得益彰呢？永波老师，你这事别问我，问他们吧。问孟非，问孟非。那我就猜那小两口能赢呗。哎，好，到各位。我也猜是情侣比较厉害的。你为啥不问桃子和舒淇？因为我问男人，我不想问女生。单挑，你跟我单挑，单挑，我跟你单挑。居然敢瞧不起我们女性？你说好了。是单打是个人的策略嘛？对。他们应该会很会做微调，我就投成龙跟林雪芮这边。嗯。舒淇，我不想回答男人的问题。第一个要出战的成龙，请上挑战位。开始。哎呀！哎呦！你们真的是奥运选手吗？好，张兰。柔一点，柔一点，柔一点，别吓他们，教练不许说话，我让他柔一点。哎呀，哎呦，好，赵云磊，手再往前，好，李雪芮，最后两个球，哎呀，
最近国际赛赢得挺轻松的。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学。世界冠军是谁培养出来的？刚才队员在打球的时候，教练急得要慢一点，哦，你要打一个弧线。接下来热烈的掌声，请出永波教练，你有本事你来。你给我出这个题不好，我赢我的队员也不行，我不赢也不行，是我进一个争取啊，比成龙强就行。好，三二一，开始。我也有点紧张哎。哎呀，没戏吗？真的有点紧张啊。三球。好，我已经赢成龙了，赢多了也不合适，赢你就行了。好，哎，好，来，谢谢永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刚才我们看到明眼啊，要判断球的方向，包括它的落点啊，已经那么难了，而我们下一轮中美对战的项目的难度是这个难度的好多倍，接下来的挑战会更加激烈，更加精彩。好，中美 PK 赛进入第二轮。到了第二轮，美国战队派出的是 Juan Ruiz，中国战队迎战他的是听音盲侠李奇。I've always been walking in the dark. There is no color in my world. But my hearing allows me to see the world.I've never seen the world with my own eyes. That's why I want the world to see me differently. I don't know why I have a gift of using my hearing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I'm gifted in the way I use my hearing. These are not all of my abilities. I can even ride a bicycle like everyone else.As a matter of fact, I have even set a Guinness World Record for this. Juan Ruiz! My name is Juan Ruiz, and I'm from America.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握在你的手中，而是藏在你的心里。听音盲侠李奇。最强大脑史上最强的声音空间定位者，挑战赛中他势如破竹，强势踢馆。我今天要挑战所有人。八面来音，盲听辨位，震撼全场。你们五成，成功加入中国战队。今晚，中美之战，他将继续用生命聆听这个世界的声音，只为挑战人类极限。捍卫中国荣誉，让我们屏息以待。好，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队的欢，来自中国队的李奇。李奇加油，再来一场胜利。欢迎两位啊，我们首先听欢做一个自我介绍。My name is Juan Ruiz, and I'm coming all the way from sunny California. I'm an instructor for the blind. I teach blind people how to move around independently using a system called echolocation. And also, I train blind people how to use their canes, city transportation, and whatnot. 大家好，我是听音盲侠李奇，来自于北京，今年31周岁，现在从事的是销售的客服的工作。哎，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呢，我就是要用我声音的武器来迎接美国选手的挑战。好，
李琦，我看到你拿着一件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哦，是这样的哈。待会儿呢，我和胡安就要到舞台上进行针锋相对的对决了啊。在对决之前呢，我想尽一下地主之谊，哎，所以今天呢，我特意给胡安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哇，这个礼物呢是出自于我的家乡天津，嗯，这个东西叫泥人张，这个泥塑呢是长坂坡的张飞张翼德，他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和勇敢的象征。好，所以在此送给胡安。Well, here it is, a present for you. Oh, thank you very much. Oh, wow. 哎呀，太棒了！来，拥抱，拥抱一下。哎呀，好，谢谢，谢谢，好。我想问的是这个晃哦，因为它是世界盲骑自行车的世界纪录保持人，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个是个什么样的比赛 ？You know what it was is, riding a bicycle through a slalom course of 10 obstacles.And my job was to ride between these obstacles by using the technique that I will be using at this challenge, which is echolocation. And echolocation is using sound bouncing off of objects to determine where they were at. 海豚、蝙蝠，自然界有一些动物，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定位。人它具有这种功能吗？我想问。到头尾就是一个是先天他就是盲的嘛，一个是后天的盲，那这在认知周围的环境在他们的记忆里头会不会有一些区别？那肯定是有区别的。胡安他是回声定位，他是自己发声来定位的，我叫做主动的声呐。而李琦呢，他像是被动声呐，被动声呐就是我不自己主动发声，环境中发出来的声音我被动的接受以后判断他的位置。所以对今天的挑战上来说，其实恰恰他们有重大的区别。美国选手他可以去骑自行车，这个真的是不敢想象的，所以今天这场挑战对于李琦来说也是绝对的非常大的压力。接下来两位选手挑战的项目是什么呢？请看规则危险。今天两位挑战者将同时挑战十面埋伏、16根方柱、16个发声源、360度环形均匀摆放。嘉宾现场随机挑选4根立柱，向外滑动50公分。两国选手分别运用盲听辨位和回声定位判定方向。射击4根被移动的方柱，每人4发子弹，在规定时间内，射对1根得1分。未射中者不得分，最终总分高者获胜。若得分相同，则由国际评审判定胜负。那个子弹有可能会射到我们吗？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因为我们是专业训练过的，所以请大家呢不要照样模仿啊。他这个项目呢完全是要靠耳朵去听他这个声音所发出的角度，然后来去精确的定位，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定天赋的人真的是很难做到。现场会有一些回声，所以这个干扰也要考虑进去，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困扰。Well, maybe the hardest part would be how he's going to shoot them at the end. That's an aim thing. 我特别想听听刀刀卫的那个解释，这个项目和当时李琦挑战的室外项目，你觉得哪一个更难？我觉得在李琦的第一个挑战中间，八面蓝衣是180度，然后我们有46面鼓，两个鼓之间的距离正好是4度，它基本上接近了人类的极限。那今天它是360度，大概22.5度一个间隔，但问题是，他们要射中它。这个截面距大概只有5点多度，5点多度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做了这，我把手伸出去，这正好站住的那个度数就是5点多度。那所以对两位选手的挑战来说，最困难的恰恰是要击中这5点多度的范围。接下来我问咱们国际评审的一个问题了，从您的感觉上来讲，他们两个今天参加这样的一个挑战，谁的胜算更大一些？I think this time, Mr. Lee will win. I think he's wrong. I think
Juan's gonna win. So, let's see. 哎，我想问一下李琦，这个舞台也是给你非常特别的一次经历，包括你即将面对的这个美国选手，你的这一次较量，你对这个结果有什么预测吗？我觉得无论是输赢的话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觉得还是要超越自己。好，两位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好了。 Absolutely。 最强大脑，最爱经典，见证经典，两位请上挑战位。好，我们请合作为两位挑战者戴上眼罩。因为李琦是重度弱势，为了比赛的绝对公正性，两位选手均需戴上眼罩进行比赛。那么他们两位挑战者到底谁先出场迎接挑战呢？是由投硬币决定的。好，先出场应战的是美国队。好，接下来我们请舒淇为美国的挑战者欢来选择四个方柱，有请。Possible that maybe they will put two poles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that are far away, which makes it harder. Now.我们就有请欢来感知一下目标的位置，有请。主持人，美国选手欢已经准备就绪。好，听我口令，测试开始。我没有太明白他是怎么测试的。他是在现在用嘴发出声音，然后通过回声的定位来去判断柱子的位置。 When I click, the sound goes out of my mouth, hits the target and bounces back to me. With echolocation, I am able to tell the distance from these pillars.All right, that's fine. 主持人，美国选手欢已经感知完毕。接下来我们请科学助理为选手戴上耳机，并移动选中目标。现在呢，我们请科学助理魏欢摘一下耳机，请大家绝对保持安静。欢，你必须在三分钟内完成挑战。Are you ready? Yes. 好，听我口令。Three, two, one, go. 他第一颗好像有点射偏了。 2 minutes and 30 seconds left one.
这个没打中吧？还打中了。比赛一开始，胡安似乎有些不在状态，在第一根生柱上连续射出了两发子弹。面对这样的失误，在接下来相连的两根生柱上，他能否稳定情绪，挽回劣势呢 ？Two minutes left, Huan. 他已经用掉三发子弹。现在对于李希来说，他的赢面非常大了。One minute and 30 seconds left, Juan. 主持人 Juan 已经完成挑战。I think I've only shot one pillar. I just don't know. I just might lose.接下来李琦将迎接挑战，我们请国际评审为李琦选四个方柱，有请。国际评审为李琦选择了四根生柱，其中依然有两根位置相邻。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李琦对道具进行感知，有请。那么由于李琦的感知方式呢跟班呢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是以开启风鸣号的方式来进行。李琦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好了。开启一号风鸣器。好，我听好了。好，我听好了。这个手势是我判断位置的一个法宝，我会把自己比作一个人体量角器，这样定位会更精准一些。这李琦他用的方式和美国人不一样，我认为他这个方式更有把握。He has his own set of skills, and Juan has a different set of skills, so he could be a challenge for Juan. It'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o's the winner.好，听好了。好，请科座为挑战者戴上耳机并移动选中目标。请科学助理为挑战者摘下耳机。李琦，你必须在3分钟之内完成挑战，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好了。听我口令，三、二、一，挑战开始。李琦剩余时间2分钟，
这四个东西是滑石吗？会造成干扰。在两根相连的生柱前，李琦和胡安一样陷入了困境。Because the 10 and 11 were close to each other, that's a bit of confusion, I think. 李琦加油啊！看角度应该是打中了，是吧？李琦剩余时间1分20秒。李琦 seemed to go quicker.He was able to recognize, I think, faster the columns, the pillars that were moved. Judge, 中国选手李琦完成挑战。好，现在两位选手呢已经挑战完毕了，现在我们就来验证一下。我们先从欢这边开始验证。苏琪为美国选手选择的第一个方柱是02号。那么胡安没有射中。接下来我们验证李琦的。国际评审为李琦选择的第一个方柱是03号。李琦命中，得1分。接下来，朱琦为胡安选择的第二个方柱是07号，胡安射中了。现在胡安获得1分。放一下，不要了。国际评审给李琦选择的第二个方柱是05号，有点遗憾，没有射中。苏琪为欢选择的第三个方柱是08号，欢没有射中。国际评审给李琦选择的第三个方柱是10号，也没射中。三轮验证过去，两位选手比分持平，所有人都屏息以待，究竟会是谁射中了这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发子弹呢？那么国际评审为李琦选择的最后一个方柱是11号，我们来看一下。非常遗憾，李琦没有射中。苏琪为欢选择的最后一个方柱是14号。Yea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I think Juan has his challenge in the bag. 我们恭喜欢获得了这次挑战的胜利。哎，这的确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比拼啊！几位，我想问一下，你们开枪了之后，有没有射中这个柱子？他们能够清楚的判断出来吗？嗯 ，I typically do, but this time it was a bit difficult. I really thought that I missed 3 of them, so this is a pleasant surprise. 我只判断了我射中了一发，明确地判断出来射中一发，很确定。其实，在李琦完成这个挑战之前，我以为李琦的挑战会比胡安的要容易一点，但是后来李琦上去的时候，我发现四个柱子同时发生，他们之间产生共振，这个回声可以造成了非常大的干扰。对，你可能注意到李琦在那边浪费2颗子弹，就是2个柱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形成的干扰会更大一点。
在这个环形的区域里面，是也许我们用肉眼去看的话也许很简单，但事实上只有真正站在这个区域里面才知道这个声音的判断到底有多难。我在最开始听声音的时候，我一定要做一个各个方向这样的动作，其实我这个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排除咱们人耳所听到的立体声效应。哦，那在这种环境下那么大的干扰他还能够判断出来，我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刚刚他们用那个枪，我注意到那个子弹太轻了，假设子弹重量再重一点他可能就射中，但他们的方向大概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对。所以其实如果这个子弹稍微再重一点点的话，应该就可以射中五十人啊，不是，应该就可以射穿那个。你把你内心的期待这么明显啊，我想出来了吗？主持人有多招人恨呢？对，我也感觉到，其实李琦的，我刚才观察到，就是方向都已经很正确了。嗯。但是你在准备射击的时候，你的枪好像你总是在动。对。我们的感觉是不是你的判断有问题？是你使用武器的方式有问题。我可以很肯定的，我可以很肯定的判断我的确认的方向是正确的。其实对于声柱的位置，我还是能够准确判断的。我输在了枪的使用上面。I'd like to ask Juan, does he think that any blind person can learn echolocation? You know what? I have been very fortunate to bring a lot of freedom to blind people in about 16 countries so far. And this is by teaching the skill of echolocation. So yes, anybody can learn. As a matter of fact, we have proven that the brain's plasticity, there's no limit. Can I ask Li Qi?Do you have to practice your ability? 其实我没有特意的去练过，也是在我失明之后，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我会触类旁通去思考这一类的东西，我应该如何去学习它，去掌握克服它的技巧。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我才慢慢发现自己的耳朵会变得更灵敏，然后去有这样的一个技能。嗯，佩服。在他有限范围内能够发挥到这样子，我觉得非常伟大的事情，这个是人定胜天的精神。谢谢两位精彩的表现，谢谢，请你们到飞弹区观战。现在是中国战队与美国战队战成1-1平手，下一场一定得拿下比赛。Good luck, Nelson. I have faith in you, USA champion. Amaze has nothing on you. All right, thanks, man.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三轮，在这至关重要的第三轮，美国战队派出了他们的队长 Nelson Dennis， 而中国战队将要迎战的是空间游侠刘健。Today I'm going to see my grandmother.6 years ago, we discovered that she had Alzheimer's disease. I was so worried about her, so I started to study the secrets of the human brain. And I started a foundation combining mountaineering and Alzheimer's research. The second time I climbed Mount Everest, my grandmother suddenly passed away. I didn't get a chance to say goodbye.But I couldn't stop researching the brain. So for the past few years, I've spent all of my energy in trying to help find a cure for Alzheimer's disease and in training my brain and my memory. Making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fantasy into reality, making new breakthroughs all the time. Now I am the 3-time USA memory champion. I've set new US records for memory sports.America has the best movies,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 most creative people. And as a USA team captain... Go get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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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et 'em all the way! Go get 'em! I will lead my team so that everyone knows that for our brains, anything is possible. 勇者多谋 3 披荆斩棘 2 智者善断One. 笑傲群雄 Go 空间游侠刘健 P
凭借超强的空间记忆能力，让刀都尉哑口无言，成功晋级中国战队。中英大战，拆弹部队他沉着应对，为中国战队守住一城。刘健赢得了第三轮比赛的胜利。今晚他将再度出征，迎战美国队长，一展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强大实力。今天两位挑战者将共同面对碾压智商的最变态道具蜂巢迷宫，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蜂巢暗战。两位挑战者现实观察穿越迷宫的唯一最短路径，掷硬币决定各自迷宫入口。他们将在20分钟内从指定入口进入迷宫，寻找藏在干扰路径上的指令牌，并从各自指定出口离开迷宫，最终获得指令牌数量多者为胜，如数量相同则用时短者胜。好，我们来欢迎美国战队的聂森和中国战队的刘健。好，欢迎聂森，欢迎刘健。哎呀，又来一位。您在做自我介绍之前，我首先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请问您身高有多少？身高 ？Almost two meters. I'm Nelson Dellis. I'm a three-time USA memory champion. I teach people how to memorize things, and I'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Miami, Florida. 刘健也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刘健。那么今天也同样，我是第四次站到了这个舞台上。哎，因为之前的这个两场比赛呢，我们的队友就是一胜一负，所以此时此刻我心里边也是有非常大的压力。这一场是决定胜负的一场。If he wins, we win. If he doesn't, he makes or breaks us essentially. 我啊，每次到那个化妆间的时候，要经过选手的休息的地方。有一幕场景让我难以置信，快2米的男子静静地坐在那里，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在打毛线。2米的男子。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就织毛衣，就这个事儿啊，我一直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女人会，老外也会这个，老外男人而且。So now I tease him about it. My mother taught me.At a young age, and I've always loved it because it's patterns, it's numbers, you have to memorize, and it's very relaxing. 想请问一下 Nelson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来训练自己的记忆？ Yeah, so I train specific things every day, memorizing names, numbers, playing cards, words. 那他还可以记得过去他所有交往的女朋友的生日啊，身高、体重、头发颜色吗？Unfortunately, yes. 但是你没有回答他一个问题，有几个你记得住？一个我也能记得住，对吧？That's a secret. That's a secret. 我想问 Dr. Wei， 就是这一次的那个蜂巢迷宫的玩的方法，跟上一次包云的盲走迷宫，它的分别是什么？这两个都用到了蜂巢迷宫，但是用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包云展现的第一位的是空间能力，第二位的是逻辑推理能力。第三位是记忆，记忆只需要少量的记忆就行了。但在今天的比赛中间，记忆排第一位，第二位才是空间能力。所以在睁眼玩迷宫这个项目中间，刘健更适合。但 Dr. Wei 四肢的长短会影响他们的举牌能力吗？ I guess I can always climb out. 中国人就身材矮一点没关系，我们灵活。对呀、啊，你李路和那个德国那大长腿，哎，你看那个李路跑得更快，跑过去就赢了。那在规则里是说谁拿到的那个令牌多谁就赢，但是他们知不知道一共有几张令牌？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不知道。No, not knowing how many trophies there are, so it's kind of like you have to choose from the two.
Now go slow and get more trophies or get enough trophies but with the fast time. 另外这个项目是如果赢的那队也是拿一分而已吗？还是这个项目是两分的项目。其实我是一分两分。对呀，一分两分是一样的嘛，现在前面一平就算是一分，对，哪个达到的一分哪个赢嘛。对，但是两分体现了栏目组或者是科学家团队对这个项目的难度的重视。我们认为它就难。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为难一下国际评审，因为前面两个猜测你都不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猜测。 Well, you know my reputation is very poor in this. I will guess. I think Nelson will win. 我觉得这次他应该也会预测错。我是不是被国际评审给咒术的？我听到国际评审的预测我非常高兴，因为按照他今天晚上的记录的话我们就要赢了。好，一会儿我们两位选手包括在座的各位评审嘉宾将全部移师到室外，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感受蜂巢迷宫挑战的实战魅力。现在我们就请六位嘉宾评审移步到室外观战。好，接下来两位选手就跟我一起到蜂巢迷宫的挑战实景区走。我对刘健非常有信心，刘健一向发挥稳健。Nelson was doing it a lot less than that. Wow, Nelson. 迷宫暗战这个项目呢，它考验的不光光是空间上的能力，更多的其实是对对手心理的一种猜测。I'm thinking a lot of things, mostly what is my strategy? Hey, this is more than our first fight. I'm excited.Maze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the tests. This is because they have to devise a strategy to maximize the gain that they will achieve. 好，陈耀森和刘健，你们两个要先决定优先选择出入口。那么现在呢，我会以抛国旗币的方式来做决定。你先选择。主持人，我选择 A 入口。 A 入口，那么你就是 B 入口。好，接下来两位选手将对蜂巢的路线进行三分钟的观察记忆，请就位。观察计时开始。赛前，挑战者们将记忆迷宫中连接两个出入口的唯一最短路径。挑战开始后，选手们将从两个入口分别进入迷宫，寻找藏在红色蜂巢中的指令牌，而挑战者对令牌的位置毫不知情。挑战者们必须在挑战结束前返回最短路径，从另一端入口走出迷宫。你看这个格子，比如说举个例子，它几个门都可以开，四个门可以开，我从哪个门进去的，我回头最好原路返回，如果不原路返回，里面是有可能鬼打墙是有可能的，真的要绕不出来，二十分绕不出来就完了。 I felt very comfortable with the route, but it was a matter of how I was going to attack the game. 3, 2, 1. 好，观察时间到。我怎么这么紧张呢？请两位到自己的入口处就位。最强大脑，最爱经典，
见证经典。 3 2 1 Go Go。 刚刚走进那个迷宫的时候，我再去猜测对手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这个挑战，所以呢当时有一刻的那种犹豫。The point was to get to the center of the maze as fast as possible, because that's where there's the biggest space to explore and with the most cards. So my goal was to get there first before my opponent. They have two entrances, so they know this is the major area. So they'll fight to get to that. 比赛刚一开始，让人意外的是，两人选择的战术和线路竟然完全相同。他们都在用正确的策略，因为中间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令牌最多的区域，所以他们最好的策略都是最快的速度到中间。When I met him there, I knew immediately he was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that I was. So then from then on, it was a race.My strategy was to go deep, to try and find as many as possible. I needed to explore a lot. 自己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不知道对手在什么位置，不知道他有没有拿到指令牌。哇，他到这来了！一番思考后，刘健突然放弃了左侧区域的搜索，转而径直冲向迷宫的右侧。就是选择的问题，就是赌谁的胆子大嘛。见到了，他们碰在一块儿。就在刘健对线路进行地毯式搜索的同时，两位选手又一次在同一个蜂巢内不期而遇。碰面的时候呢，我是跟着他在走。当时呢，我对那一块区域并不熟悉。So yeah, there was a moment where he was following me for a little while, and we were in the same area. But you know, I had to ignore him after a while because the strategy that I had, I knew where I was going, and I didn't want to change it. 这次短暂的同行似乎让刘健明确了自己的线路和方位。好可爱，他在数他自己包包里的牌，因为他在想说他的牌子够不够。对。当我拿到一定数量的指令牌的时候呢，我就在猜测我走过的区域和对手的区域有没有重叠，我拿到的这些指令牌够不够我去完成那场比赛。数完指令牌后，刘健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决定。主持人，刘健已到达 B 出口。已经出去了，已经出去了。好厉害呀！比赛的时间还剩8分钟。刘健却选择提前走出迷宫。如果他也拿到了相同数量的指令牌，我就希望能够通过时间上的优势来去赢得这场比赛。又在一个他们不知道总数的状况下，那刘健你又早了8分钟出去，你怎么知道你拿的够不够呢？有时候自信可以，但自信过了头就是自大了。I felt like I was going to win because I could search anything I wanted to and find the leftovers.得知刘健走出迷宫后，美国选手却突然放慢了自己的速度，开始了对整个迷宫所有角落的
疯狂扫荡。我唯一担心的是说他在这么比我多的这个时间之内扫到的指令牌的数量会比我更多一些，他会不会很后悔想要回去再拿一下。蜂巢迷宫成为了美国选手的独角戏，地毯式的搜索让他斩获了多个指令牌。然而搜索过于深入的尼尔森似乎忘却了此前记忆的线路，比赛还剩两分钟，他却仍被困在迷宫的深处来回徘徊。只剩下一分半，他还没出来，搞不好他出不来。我跟你讲，我怀疑这个美国兄弟出不来了，他还在这边找。如果二十分出不来，老外输，当场输，就不用数牌子了。不过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希望。我觉得他好像迷路了。比赛即将结束，美国选手却离出口越来越远。难道他就此被困在这魔鬼蜂巢当中了吗 ？My God， 剩一分钟了 ，Nielsen。外面你提醒他，你得出去了，在哪？出来了吗？出来了吗？显然所有人都低估了美国选手的能力，他精准地计算了线路和时间，并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压哨走出迷宫。相比刘健赌博式的选择，美国选手似乎牢牢掌控了整场比赛，而胜利的天平也逐渐向美国选手倾斜。现在我们就回到演播现场来进行验证。Can I see Nelson's face? I'm not sure if he's confident or not. 经过前两个项目的比拼，中国战队对垒。美国战队现在的比分是1-1战平。来，几位嘉宾，你们都参与了整个的过程，谈谈你们的想法。看到刘健师好像还剩八分钟就出来了，但是 Nielsen 好像是站到最后一刻，他是不是想要说利用所有的时间把所有的那个牌子都再找一遍 ？Yeah, I heard that he had finished. I heard it announced out loud, so I was almost done.But I figured, okay, I have time. Maybe I should go back and explore a little more and see if I can get one or two more cards that he missed. 这个是有打过毛线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啊，因为你那个针漏了一针啊，到时候拉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窟窿，所以你那个针要算得很仔细，情愿再检查一遍，因为你这第一排要是落了针，你知道第五排再回来来不及了。这个美国队长，他能在最后41秒钟出来。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可以控制在任何他想出来的时候出来，是这样吗 ？Yeah, so I knew the routes, and I knew that if I had maybe a minute or less, I would just go through the doors very fast. 好厉害！因为我刚刚其实在问刘健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拿了多少块，因为一进来的时候我比较担心，是觉得美国队长的绿包包好像比较鼓，然后那个黄包包好像比较扁，但现在。很难说，因为刘健，你是提前了八分多钟就出来了，就是你的战术当中，你会想到说你是要抢时间，还是说你已经心里有一个基本的那个令牌的数量？那我所运用的这个策略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想赌一把。我就是当我在搜索到足够，我觉得足够数量的这个指令牌的时候呢，我就想用更短的时间来去拼一下。那刘健，你猜总共有多少令牌？你觉得我猜的话应该会有40-50块吧。好，接下来就进入到验证阶段，我们请两位
把你们的宝贝交给我们科学助理。现在特别紧张，这一轮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中国战队的胜利啊。Nelson may have got more trophies because he spent more time in the maze. I'm definitely rooting for him. 好，验证，现在开始。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七张，八张，九张，十张。过一会儿又逃出一个了，过一会儿又逃出一个了，他到底两边还能逃出多少人，完全不知道。来，后面还有吗？我看看。11张，刘健有吗？11张，好。第二张。Come on, America. Come on. 12张，刘健有12张吗？12张，13张，尼尔森有吗？13张，刘健有吗 ？Yeah, when they were counting the cards out of the bag, my heart was like this.14张，来，14张。为什么感觉好像空了又有？太紧张了。他不是训练过的吗？故意吓我们。刘健还有吗？14张。刘健是要快8分多钟出来的，结果会怎样？真的不知道。第15张有吗？有吗？Keep them coming, Nelson. 有15张。哎呦，我到底装了多少？Great job, Nelson. 刘健，有第15张吗？来，憋不住了，憋不住了，16张，有吗？16张，刘健有吗？即便刘健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实际上答案已经有了，但是刘健有吗？有没有？
Thank you. Well done. Oh! Oh my God! Nelson's opponent has so many cards.16, 17, 18, 19, 20, 21, 22. 刘健总共拿了22张。有拿出头花顺的感觉。我刚才看到那一瞬间，我看舒淇的时候，她眼泪都出来了。哇哦 ！No！ 22张哎，哇，怎么办到的，小可爱？太厉害！我们整个的蜂巢暗战的指令牌是37张，也就是两位选手把所有的37张全部拿到了。Wow, it was a great game. 其实刚才刘健说大约有40-50张的时候，我们说的他可能会赢了，因为他肯定是20张以上。他不拿到20张以上，他不会判断那么多。对。I thought maybe we both missed a lot. But... 那有没有想到这位短小精干的刘健居然拿了这么多牌子？Of course, he's a very difficult opponent, and I didn't even know where those cards came from. It's amazing. It's a magic trick.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中国战队和美国战队的所有队员，请他们。最后的比分是中国队以3-1胜出。同样的，我也恳请大家把掌声献给在这个舞台上参与我们脑力竞技项目的所有的中外的脑力精英们，因为他们每一次对人类脑力极限的探索都是在为人类创造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谢谢他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感谢美国战队的所有队员们，你们辛苦了，也感谢你们精彩的表现，谢谢。Thank you。好，我们感谢所有的嘉宾朋友们，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季的最强大脑不见不散。江苏卫视的精彩节目还将继续进行，从4月12号开始，江苏卫视每周日晚黄金时间将推出中国首档明星夫妻博弈挑战真人秀《为他而战》。节目最后感谢有机奶领导品牌经典有机奶、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感谢雪佛兰新科鲁兹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感谢男装国民品牌海南之家和精致招牌感冒药感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最强大脑有趣的幕后故事和相关的知识，请关注稍后为您播出的美的变频空调燃烧榜大脑。感谢本节目独家视频网站优酷土豆，感谢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登录 QQ 空间玩吧，挑战最强大脑同名游戏。观看节目同时呢，登录百度百科搜索最强大脑，了解节目的相关信息。你也可以参与最强大脑百度官方贴吧互动，发表你的观点。浏览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今日头条资讯客户端，打开江苏网络电视台查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对本节目提供的全程科学顾问。